嗨嗨嘿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娜，没有错。那么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Slay Spire 一样的，如果喜欢票加个赞，还没订阅同学记得马上订阅吧。今天我们是猎手制药大师生产绝症跟上的好货，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甲金最高分才1400，很假的。好，又是制造药水，我看一下 ，OK。所以我们有会物甲，然后掉落遗物，所以。能量化尽量走多一点那个怪的地方吧，那我们就可以拿多一点的那个，拿多一点的那个什么遗物。OK， 我看一下哦，先丢这一个，我要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个，好，这先丢弃，没用到，综合先丢，打击，好。制造药水又是多层护甲，先喝没关系。好，这边九滴，所以我可以先拿一个这一个，再丢这一个，丢这一个。好，这边制造药水这一张，17的综合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张。好，呀，为什么打字一直打了那么久啊？13。打两下这一个，好，五滴啊，没东西可以丢。综合打击好，然后毒药再走自己。我先喝这一个，我再喝这一个，先丢这一张，好，这一个 ，OK。这一边打击杀掉它，综合这一张这一个好，然后这里再丢掉这一个，这喝掉没差 ，OK。这里打击，拜拜，火窗，你这个你来的时间点太奇怪了吧？我没东西耶。那我要不要走问号啊？走一个问号看看。随机升级两张牌，好。狗狗，先丢个能力牌，好吧。丢这一张，这打你，这打你，综合 ，OK。打我六滴，先丢掉这一张，没关系。这个喝掉它吧。我再丢这一张，好，这个也喝掉，再打 ，OK。这里再丢掉这一张制造药水，这一张 ，OK， 人工制品不错啊，我丢错东西了，但没关系。百年寂寞，好、哦，再走这里。综合先丢，多层护甲可以先喝，这个喝掉没关系，这再喝掉没关系，牙也太多了吧？空位，那我先喝掉这一个，也太多了吧？等一下。太扯了哦我先想哦，先打击护盾，我这些全部都不想喝掉，算了，先放着吧。好，先丢一个打击，打击 ，OK， 这个够哎，够的话那就直接打，我是说盾，好，差一点点。再一个打击，拜。隔挡药水应该不太需要。走这边，我们先锻造，我先把这锻造上去。好，然后走 boss。哎，这里嘛，先喝掉这个没关系，再喝掉这一个。这个先砸，这个先丢。好，这个先喝没关系。然后先打你 ，OK。有冰淇淋就好了。我好想喝掉，喝掉吧。再来，这先丢，再来，一伤丢下去没关系，这打下去，那我再喝这一个。OK， 我看看哦，滑，好像没办法。我要被打了，打吧，打吧，我认输。Ouch，
哥，自己再打，好，没事，意外光滑的石头，知道准备哪一个吧？那么再走这里休息，然后再制作药水。OK， 走这边，拉蜡烛，拉蜡烛都来了。再走这里，我再把这一个打造上去。好，然后再走这边。嗯，我想想，这先喝掉没关系。幽灵，幽灵我要，这个就先丢你。再，九滴先打掉你。六滴加三滴是九滴，打不死，打不死就先这样吧。好，再制作药水。虽然我想制作，但是算了，人工喝掉。好，就先这样。然后这边先打掉一只。这个虽然是我很想砸掉，但是好像都一样，算了，砸吧，不想浪费时间。好，然后走200栋，我们走这里吧。先喝这一个 ，OK， 虚弱也丢下去 ，OK， 再丢 ，OK， 起来喽，起床喽。这里我们就等下，我看一下早准备。我想想哦，力量药水喝一下，这个喝一下，这打你，丢掉任意一张牌，那个请放手。综合这一张格挡，好，就这样。打不死他，感觉十分的尴尬。先用，招准备。先打，查一下下，自己再打，拜。哦，可以，熔岩之弹。这里就先拿一个切割。呀，我们的牌也太少吧，现在才拿到一个切割。这先喝掉，这用下，这先砸你，再打这样啊！我不应该用那个打击，我应该用另外一个打击，尴尬了。切割这一个，掰，好喂，套挖，这不用吧？哦，是你，小偷。切割先打，综合先打，这个先打，我再用这一个，这两张丢，都可以啦。这用下，这再丢，把琴交出来。我先喝掉这一个，我看一下哦。攻击，我剩下的好想留着哦。金刚血，来来走这里，锻造。我先把综合锻造上去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先用掉这一张。丢弃，丢弃，等一下啊！等下我按错啊！一失足成千苦恨。我看一下哦，我先把这一个丢掉。哦，抽三张牌，抽。OK， 好，六滴，所以我先喝掉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。哇，好多灵魂啊！这个先砸掉没关系，也太多了，天啊，巫师体太多了。那我先丢这一个，综合丢下去，丢22，九加五的话14。OK， 我不能打。好，这一边先切割快斩，再这一个，再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喝一个灵魂，我灵魂超多。哎，你打不进，打不进，打不进！这一张，好，切割。先防御，再防御，再打下去。我还可以再打多一下，
可惜我没有那个什么了。86，综合62，好，可以了。3、4，真的，我先把这两张丢掉，打不死。4、3、12 ，Go。好，切割啊，综合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一个啊，全打下去。好，招准备，这两张丢掉。天啊，这牌组也太倒霉了吧！好，86，先丢一个生存者，综合丢下去，6、22，好哦，够哦，好。这边就先打一下，4、3、12，算了，我喝掉一个吧，没差，先打。OK， 这边先切割这一张，这个，拜拜。好，制作药水，先哪一个洗嘞？诅咒，因为我没有拿蜡烛，可以用。城市的小孩真会玩，我看一下我要怎么走。一个呀，要打多一点 boss 上去，不然我们没有牌。一个两个，走一个商人可以，走吧。嗯，综合先丢，这个先丢。我看一下，326，所以我们要一个护盾。这个先喝吧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一张。丢弃任意一张牌，那我先喝这一个，再这一张，人工制品，好，先这样，挣扎吧。这边我们再用切割，然后这一个这两张，还是一样。我的天，先丢这一个，这两张丢掉，这一个人工制品用一下没关系，好。21是什么鬼东西？打死吗？打不死，那你来。好，拜。OK， 还要帮我锻造上去的，谢谢啊。6、22，先喝掉这一个没关系，这个也喝下去，然后这一张，再这一张。早准备。428的话。那我需要一个而已，那我先丢掉这两张。好 ，OK， 这里再我打这一张。好，这一个嘛，这一个先，这个目前不会有用到吧？7，这个先用掉，隐秘打击，一伤先丢没关系。再用这一个，好，这一张，再打你 ，OK。我感觉我好像是用来磨的。再打，好，这一张，差不多咯。切割，拜。12体，这个嘛，抽三张牌先，没关系，这一个。这个先喝，再这一个。嗯，我想想哦，综合先丢你，326可以，这一张，然后再打你，这一个，这两张丢掉。生存者先用，这个先丢吧。OK， 好，这里再用，天啊，打差一点点呢，那我不如这样子。我忘记了，尴尬，挣扎吧。是的，那我先喝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。好，综合，打到完，这个不用吧？吃点再看看。20滴，好，打死。开心小花花，吸纳能力药水，走这里。嗨，这什么？都会得到一层人工制品，哎呀，这个好像蛮不错哎。也有弹珠，我看一下啊，心灵，
但我先打心里没作用，因为我们的牌组一定会很少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拿这一个，再拿弹珠，拿切割吗？拿猎捕吗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毒物，再拿烧腿。哎，这样玩可以耶！吓到我，好，没事。好，先丢这一张，这个先随便砸一砸，再丢这一个，好，这个再随便砸一砸，再用这一个在你身上，这个打你，好，扫腿 ，OK。我现在希望有那个盾，就是你的那个护盾会每回合扣15，但是会一直那个延续下去那一个，希望会有拿到啦，希望这个先放这应该没问题，能力钥匙先用，好。OK， 先丢这一个起来。好，这个丢掉，我最讨厌那一个了。哇，差一点，好吧。下回合，拜拜。能力药水不用，走。我先用下，翻滚可以丢。再用下，再准备丢，制作药水。综合丢你，起来。好，毒物先丢，再丢这一个，这个丢掉。好，不要放弃，孩子。这个先留着，这先送你。好，那我们再丢这一张。来，这边先丢掉水，早准备。这两张丢掉，这个不用先喝，先打哈。好，没关系，先留着。不要放弃。好。哦，开始打我了。我想想哦，这个先丢，这先拿走。我要先打掉一只 ，OK， 照准备。我看看，我先丢掉这两张，先打你，然后我先喝这一个 ，OK。制作药水就是一张，打你，好。哇，先少你这一张。气下气14可以打11只，滑没东西可以丢。我现在在想我能不能毒死他，能毒死他就好了。这一个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哦，好像可以。来，快撤退！好，哦，手收幽灵，幽灵心啊，苦痛。苦痛其实还好，我们打刀刃之舞会比较好。这边我们先锻造，把这个锻造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走。到这一只，我想想哦，我先丢这一个在你身上。这个先用没关系，无限刀刃不错。再这一张，好，综合丢下去，535，我好像不够弹。我再喝一下土药，够吗？不够，喝这一个吧，算了。反正我相信我有办法再拿回来。535，再抽三张牌，好。这里就先这样丢 ，OK。哦，我真的好希望那个可以加盾那一个哦。这边先这一张，制作药水丢出来。混沌药水我需要，先拿，再走。哎，增加生命，爽。这边我们先锻造这一个。好，再走这里。移出所有诅咒牌其实可以，因为我们这个，但是我想想哦，没关系啊，移出。好，走吧。因为
那一个是你拿到的瞬间，它就会增加你的生命，所以你丢掉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有事情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对，先放着，我看一下，先丢这一张，也太多制作药水了吧？哎呀，我忘。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笨脑袋呢，只要拿去修一下，这先打哈。15够坦吗？不够，绝对不够，会玩它吧。好，13应该够，先丢这一张，先打你。15好，切割这一张，这一张好，丢防御 ，OK。先丢这一个，这一张扫腿，这一张好。这一边这一张，这一张起来，拜。OK 的，终极药水先拿一下。背刺，背刺打哪？走。这里的话，我看一下啊。我先喝这一个。这个先丢，制作药水，背侧先丢，在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个，这个丢吧。好，这里先丢个，先丢掉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洗来丢下去。好，然后打哈 ，OK。制作药水，我看看哦，我想想哦，可以哦，先喝一个，好，然后再丢下去，铺药再治疗了，拜托。这先丢掉吧，我看一下，可挡，我觉得我需要哎，好吧，就先这样吧，好，拜。冻结之弹，这里嘛，先喝这一个，再来一伤，一伤丢你，起来先丢下去，这先丢你，再丢你，白综合丢你，好，这里制作药水，这一张好，这个丢掉。挣扎不到，挣扎不到，没事没事。先丢这一个，我看一下。OK， 我们先拿走这两张，这个丢下去，这一张，这个扫下去，好，拜。阿里阿刚，阿刚都来了。这里先升防御，防御表，防御表重要啦，以我们目前的牌组来说的话。好，人工致敏先喝这一张，精准先丢。这个应该不用先丢，我先背刺你，这一张你丢下去，这一张你丢下去。重点是要先把他那个盾先弄掉。好，然后人工致敏喝下去没关系，724好哦。先打你旁边的小屁孩。我洗嘞，看他先转移目标，打后面那一只先。那个，你给我交出来，那一张我需要。你好不好拿不拿？你拿我那一张。好。哇，我没办法打。这先丢你吧。20好，我必须要喝。OK， 回来了。OK， 这边先丢起来，这先砸你，你应该死。好，然后这里全部打你，这边虚弱你，因为我知道你现在都回来，你要打我了。好，25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。打机器拿走，这边防御比较重要。好，没事，
这边再继续综合这一张，找我准备这两张丢掉，这两张好，六二十二好，扫腿扫下去，这些全部打下去，应该可以是无损过关啦。如果运气没差到一个地步的话，像现在就有点差了，完了，下一个回合应该是保不了。果然，先丢掉这两张，好，没事 ，OK， 综合再丢下去，好，拜拜，可以啦，没问题。皇家枕头，圣上必备道具，我就我们俩圣上好了。这里随机升一张牌，这个我们应该不需要。瓶中隐秘打击，我好想拿隐秘打击哦，但是有灵动步伐，我们拿灵动步伐会比较好，因为现在在玩防御牌组嘛，灵动步伐会比较好啊。这不是你。完蛋了，为什么是遇到你呀、啊、等一下。我想说这样应该很完美吧。嗯，然后你就出场啦，走进吧。我看看九滴，我先喝这一个，这一个丢，先丢这两张没关系。好，背刺他，这可以丢掉。好，综合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张 ，OK。九滴，这个先随便丢，这一张，滑不死，算了，先打架。当当当当当当，这先打你，好，这里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张扫腿。滑，俩还会治疗哦，感觉好恐怖哦。这个先丢吧，这一张综合，好。莫名其妙又被他中那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了，嗯，他好难打死哦，不是吧？拜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问题。发条，这个先拿，好，走吧。嗨，这个先丢，就是要水综合这一张，这一张起来，加上这一张，嗯，差不多了。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好，腰带哦，终于来了。要走这里吗？走我看吧。你有什么东西？哈哈。你给我这一个，你给我这一个，你再给我这一个。OK， 谢谢你，拜拜。哈哈。滑到两只，先丢这一张，先砸死一只。再砸死另一只 ，OK， 背刺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致命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个来，这两张丢掉，来 ，OK， 我还剩太多只了吧？那我先喝掉这一个，啊，再来这一张，这打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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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直接不管后面那一只。拜拜。梨子，好，就这里。嗯，我想想啊，这个可以先喝，丢掉这一张。好，制作药水，这先丢掉一只，够打吗？不够。这一个呢，不够。真假的都不够，那我先喝掉这一个，够了吧？
够了，再来，再来，这个先丢没关系，这丢哈，这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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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25，先这一个剩下这一张，这个先丢掉这一张，毒物先丢这个，我打不进去耶，先丢掉这两张，灾祸打下去过了，好，生姜走这里，嗨，孤独老头一号，好，就先这样吧，这一张丢掉，这一张 OK， 后空翻可以哦，先丢掉这一个，再丢这一个，好，我看一下综合这个，这个丢掉吧。好，四，先丢这一张制作药水，少点先丢这张，是的，28，要打好久啊，先喝，先丢，再丢，再丢。丢丢丢丢，好，这个先丢呀，这个要打好久啊，再来，好，这个先喝，先打，好，一，差不多差不多，你要死了你要死了， OK 了 OK 了，好，再见，我还在，我还在，拜。呼，大肉尾，拿匕首，走这里。No， 好运不运遇到你，完蛋。啊，我最讨厌打这一只了。那个身上我们先不用，反正现在还好 ，OK， 现在情况还好。好，等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。像现在这样 ，OK， 还好还好，活着活着，五十，我先丢掉这两张没关系，这一个这一个这一张这一个，31，什么鬼东西？再啥？21，算了，我再喝多一次，怕，好没事，60，我先丢这两张。这先砸，再砸这一个，这个喝一下，好，砸技，这先丢，烧腿先，再这一个，好，没事，活着，啊，35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个先喝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丢掉，丢掉你，再丢这一个，够吧，够。拜拜，哦，没事，活着，活着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走这里。嗨，老头。我想想啊，综合先丢9，好，再丢这一张背刺，这一个是嘞，好，这一边我们就不用打哈，先。丢一些有的没的，逃脱计划，好哦，这也先丢，这丢，这打没关系，好，来了，灼伤，638，这先丢，这一个，这两张先丢掉，哎，一张够吗？一张好像够哦，一张就够了，好。638，烧腿下去，这一个抽三张牌，现在用也没用，先喝这一个吧。为什么又是你？好，就先这样。OK， 这边先丢毒屋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好，拜拜，拜。送货员，再拿这一个刀刃之舞，那我们走这里。哎，
雷装闪电放，其实我不好放什么在前面，放这个吧，当25吧，走吧。为什么是你？先丢这一个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9D、13D 没关系，打下去，毒物先丢，好，再打掉这一张好了。7D 这个打你啊！我忘记了，尴尬了，我完全忘记就是要先加护盾这件事情。啊，血没满了，这里先扫腿，再喝这一个，我看看，早有准备，这两张丢掉没关系，再这扫下去，好，这一张打，我打，再打这一张。洗嘞，好，呼，早有准备。瓶装幽灵，我觉得我需要哪 ？OK， 走吧，商人。嗯，我觉得你给我准备投弹，无限刀刃。虽然说我是打那一只 boss， 但没关系。毒屋应该不太需要这一张。再给我灾祸吗？哪灾祸吗？哪灾祸好了。OK， 谢谢你，补完了，战斗啊，等什么 ？OK， 我看看，这先丢，这先打，我看一下哦，先打，再先打，线上身上先用，这个先用，再这一张，这先丢，再丢这一张没关系，这个先来，这个先来，先扫腿。好，我先打死后面那一只，洗再丢下去，这一张，好，这打你，这打你，这打你，哎，打死哎，结果来这一张，我去，要被烧了。这个先丢，这一张，餐饮先丢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拜。芒果能力牌应该不太需要，先给我这一个吧。还是说拿能力牌，好像也可以。OK， 好，这先丢，这先喝。能力牌，好多能力牌啊！等下我一直按错，先丢，这先丢没关系，这个先丢弃。OK。十滴，十滴，十滴，十，再喝，这不用，打后面那一只，好，十滴，先来这一个，先打掉后面那一只吧，我还是觉得说先打掉你会比较好，毒物先丢，这砸下去，痛死了，气滴。我先丢步伐，再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个拿走，这个拿走，好，然后补一个盾，再打你，好，不打了，痛死了，9D，补两个盾，打，好，火焰，我要哦，我觉得火焰可以哦，走吧，为什么是你？好，无限刀刃先丢，反悔，等一下，反悔，等一下，不能，我们先丢这一个，反悔丢下去 ，OK， 这一个先投，再丢这一张，我再丢这一个，这先打 ，OK， 再打你好了，气滴，OK， 再打你，这一张。啊，我忘记了，我真是个笨脑袋。这先丢你，丢这一张，这两张先拿，再抽三张牌，这打你，这打你，这丢下去，那我就可以打这一张。好，
微笑面具，你来的时间也太奇怪了吧？这一张，啊，打 boss 咯 ，Let's go！ 我要帮他加，我要帮他加能量了，不用客气。好，一伤一伤，等一下，我想想啊，我先喝掉这一张，气21可以，先打24可以，24打下去，再丢这一张，再丢这一个，好，那我再打这一张，这两张先拿走，再来，空地方的话，那我这个先丢你，这先用掉，这个先用掉没关系，然后我先喝掉多一个，丢这一张。这个先用掉，我再用掉这一张，这一张好，这先打你，再打你，扫腿扫下去，好，四，我先丢这个，再丢这一个 ，OK， 这一张，再打你，44×6够哦，好，11，这边我们。我管你的，我先丢毒两张，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先喝抽牌，在，哇，也太多了吧，然后这里全部打下去，好，准备投弹，我们可以先不用丢，少一张也好，啊，不用紧，可以丢了，那我们再喝这一个，再喝这一个。荼毒好哦，全部丢到完，好，可以了，留这一张，44，我懂哦，再丢这一个，那我们切割先丢，这一张先丢，我们餐饮先丢，防御先丢，再丢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喝下这一张有没有？把这个丢下去，好，没问题，这先留着。没事啊，先丢小刀这一张，来这一个，再来这一张，好，这些全部打下去，再这一张，他毒也太多了吧？OK， 再小刀，再这一张，来再这一个，再打，挑战毒毒也太恐怖了吧 ！GG， 谢谢。好啦OK， 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此，1244。好，我知道为什么最高的分数才前四，因为太难上去了。好，今天差不多先到此啊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个赞，然后随意继续找我的最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期再继续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所以就拜拜。